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谈一谈念佛的意义跟功德。据我所知呢，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有上千名的信众到农禅寺去念佛共修。那到底念佛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念佛又有什么样的功德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念佛原来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在早期呢，有一些弟子们呢，他们会恐惧、害怕，在一个人的时候害怕、恐惧，在有病的时候也害怕、恐惧，有了遇到啊一些意外的事故发生，也是害怕、恐惧。那请示佛啊，怎么办呢？佛教他们呢，方法叫他念，一共念六种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还有呢，念天、念戒、念师。这是念佛，大家知道了，念的是佛号，那不一定是阿弥陀佛。当初最早是念的是迦牟尼佛。念法呢，是啊，自己修行的方法。念僧呢，自己所依止的、依靠的僧团，心里想到佛，嘴巴也念佛，心里想到法也念法。比如说你会心经，你念心经吧。你会几句啊心经里边的句子，或者金刚经里边的一个偈子，所谓一个偈子，比如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在念法的时候呢，你自然而然你心里也平静了，安定了，也不会恐惧了。念僧呢，僧中啊有圣人，有凡夫，僧中有很多有修行的人，僧中啊修行的人都是功德很大，所以你一想到有僧呢，背后有个靠山，所以也不需要害怕，没有恐惧了。还有念天，天上天人，天人有神通，天人有感应，天人呢能够保护你。这天上的神呢是护持三宝，帮助保护啊好心的人。那自己就念天的话呢，也觉得有个后台了。还有念戒，说你自己啊是一个持戒的人，或者是准备要持戒的人，这个戒是清净的，是戒杀放生呢，做啊不好的事呢不做，做好的事呢一定做。你这个功德，你就像好像你银行里的存了很多钱呢，所以你不怕有什么担心的事，有戒的持戒的功德。另外呢，最后是念布施的施，你布施啊，以后的人呢，大家都会感谢你，好人人人都会赞叹，会帮助，会这个支援呢。因此呢，你也不必害怕，你平常好名在外，你平常布施的功德在所有的大众之中，你就不必怕了。到哪个地方人家说啊这个人是一个好人，那你还怕什么？你就是说人家不知道，也有佛菩萨有护法神啊，也知道你是一个布施的人。这布施的人有福，你就有福报的人
你还担心什么？所以六念呢，就是除恐惧。什么时候恐惧呢？死的时候怕，活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怕，遇到危险困难的事情怕，那么就念六种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。后来呢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又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。那净土法门之中啊，特别是阿弥陀经，是啊，要教我们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主要的是啊，要靠念佛的功德或念佛的呀力量。如果一个人呢往生西方的，希望到西方去，怎么去呢？你是念佛嘛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佛，两天念佛，三天念佛，乃至于啊七天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呢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这个是啊，念佛准备往生西方。另外呢，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念佛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就能够啊保平安，就能够啊心安定，就能够啊得到是贵人多助。因此在观无量寿经里边呢，说十念往生，念十句佛号呢，就能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那这个十念往生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啊你早上起来念十声佛号，那这个多能够让我们呢平常身心平安，健康如意，福报自在，临命终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还有我们如果常常念佛啊，我们心与佛相应，就不会动坏念头，就不会做坏事情，也不会说坏话。所以念佛的好处蛮多的，人家说祸从口出，我们念佛的话口里边不会有祸的。